中国人研究界在马来西亚有他自己的独特庆祝方式，请观赏。是男是女，都在这一天诚心上香，祈求天同人缘。北村不论男女老幼，个个功力十足。真的是公正，必须努力，这位小小姐，加油！Give it to
两倍快速，云顶无限供应。 青春就是美丽。 这位小小姐真是大方的，自由自在，这是乐在其中。 黄豆六，这陈花露，五出了年味，真不错。
人山人海，日上加日。明天我们这些华人朋友将力拼更好的成绩，天天向上，日日富有，六年如意，中国年再见，拜拜。